由，超越自由，非常限量的。然后呢？工作和事业是为了换来更好的生活，但日常对身体的饮食保养也不可少。最近学到了新的饮食方法，是建立在减糖饮食的基础下，而菜要吃的比肉多。自从改用这个饮食法，我觉得身体变得更轻盈。只是有时候事情一多起来，就没有空去买菜、洗菜、煮饭。这时候呢，有这个统心生技的蔬果五行激励汤，就能快速的帮我补充蔬果营养，还有膳食纤维哦。它这一包啊，里面有55种谷麦蔬果的完整营养，它的味道。喝起来很像在喝那种客家擂茶的感觉，如果你们用鲜奶来泡它，更有在喝那种抹茶牛奶的感觉，我觉得真的超级好喝的。它里面的重点谷物有藜麦、燕麦、大麦仁、红豆、黑豆、黑芝麻跟高粱，然后它这一杯里面啊，还有非常多的蔬果，像它的蔬菜就是有明日叶、菠菜、红萝卜、山药、木树草、苹果、凤梨、番茄、橘子等等的水果。那它跟一般的那种蔬果汁比起来，更不一样的地方是，因为统心生技他们是深耕台南18年的草本保健品牌，他们呢是有自己家的科技研究中心，产品都会结合中西方的调养概念，所以这个五行激励汤啊，还有添加统心独特的草本汉方，有加了红景天、丹参、红枣、枸杞、西洋参、黄芪、荷叶，还有山楂等等，这些原料就可以帮助中和掉蔬果比较寒性的那部分，可以帮助调理体质跟补元气，而且这一杯这样喝完啊，等于吃了41根玉米笋的蛋白质，113根秋葵的脂肪，还有50根红萝卜的膳食纤维哦。而且啊，它这一包热量也才95大卡而已。我们每人每天最高上限的摄取热量建议是2000大卡左右。那95大卡呢，等于说才占了一天热量的4.8%而已。这一杯啊，就很适合你们忙碌的上班族，可能早上起来当早餐喝，或者是你下午想要喝饮料的时候，就用这一杯来代替。低卡又能帮助消化，滋补强身。现在在Momo优惠价最低5折起，还会再送2%的Momo币回馈，真的是超级划算。如果你跟我一样呢，是常常外食就很难吃到菜，或者是你个人是比较怕菜味的，所以你也不喜欢吃菜，这时候呢，你们就可以喝这一杯去补充不足的膳食纤维跟蔬果营养，很推荐你们来喝喝看。这个我真的觉得它蛮好喝的。今天呢，要去做非常重要的事情，就是。要去领车了，是我最近买了一台车 ，Apple 的线的。哦，对，那你刚才上去拿什么线？鹰眼线。Apple 的线。因为我们到时候等一下听那个要插线。它是 C 对还是？是 USB 对充电。那我就把这个带出去。带什么？拿起来。好，等一下可以马上就放在车子里。我也买了一台。买一台车，你买货车，你买是公司用车，我买的，因为我们最近搬离市区，然后就觉得要出市区的话，真的是骑车太麻烦了，而且超抱怨。尤其是我有时候会跑台北嘛，但我住的这个地方啊，它比较离高铁站有一段距离，那如果要搭客运去转的话，就会很麻烦，要花2倍的时间到高铁站。我们两个有一次搭完就觉得。太累了吧，好辛苦，我们就瞬间决定要去买车。本来我最喜欢的车是特斯拉嘛，但是呢，好啦，因为阿成他的同事们都是开马自达，所以我们就开始对马自达这个车呢有点好奇。我们还是，但是问他的同事呢，又问不出来什么，就为什么大家要买马自达，都是问不出来。那有一天呢，我就问我爸说，为什么大家都喜欢买马自达？我们就说，马自达的设计。跟它的人性化，还有它的那种设计是比较符合那种低调奢华那种感觉，然后它车的价格又不是特别的贵。对，重点是它的车价真的是，我觉得 CP 值超级高，因为我们也有去看 Toyota， 我们本来有在想说，那就直接买一个代步车好了，所以它引擎声好大哦，我没系安全带要被骂了。因为 Toyota 的车 Yaris 大概60几万就可以买到。 Toyota 是国产，马自达是日本进口。对，然后大家如果有预算上考量，大部分都会先买 Yaris 嘛。那我们也有去看 Artis。 Artis 对神 A，
大家也蛮推那台车，但是我看一看，觉得因为神 A 配一配，它也要到80-90，那其实这个价位它是同等，跟那个马自达3是差不多，是一样的，不是差不多，是一样的。神 A 当然配上去的配备会多一点点嘛，但是马自达呢的基本款，我记得起跳是80，对吧？对啊，就是起跳是79点多，是比较有一点基本的配备，保护设备，那基本上都会推荐要直上那一个，至少因为比较安全一点。再来，因为都要70-80了嘛，我们就看一看马自达，想说那再买往上一点点的配备，好像也不差，因为多少还是会贷款嘛，那那个每个月分摊下来的价格其实没有差很多，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呢？马自达有 BOSS 音响。我那时候一看到这台车有 BOSS 音响，我就已经下定决心，我就是要买最顶的了，没有再跟你什么还要省钱的。当然买车这么贵的东西，要用这么久的东西，就是要直接买自己最喜欢的。所以最后呢，在价位上的考量，还有 CP 值上的考量，还有车子配备上的考量，我们最后就选择马自达3，超棒的。所以我们现在要去交车了，好开心啊！终于不用再住爱苑了。我们有一次要出门，出远门哦，然后租不到车，上一次啊，就觉得好烦哦。出个门还要看那个看运气，才有车子可以坐。现在有自己的车，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了。我们今天交车玩，那明天假日要去别的县市玩耍，嘿嘿，有车就自由。好，我没有。好，我们交车是不在这个区，在旁边，它会有两间，它在右边，是独立的包厢式。那等一下待会那个铁门就会打开，因为我们会在里面那个启动引擎。交车喽！交车喽！上次是送你们笔记本，对不对？哎，对，笔记本。哇！然后右转，车车，好漂亮呀！超级漂亮的，好美的，超美的，是是流光镜，嘿嘿，它真的超漂亮的，你看，它其实有一点马自达的那个颜色，它本来就是会有点珠光的。对，它白色的也看得出来，这样子有点很有质感的感觉，金色的又很漂亮。它这个车本来就是珠光底，对，那我真的就加一点荧光。我本来就是没有很喜欢白色的车子，但是阿成很喜欢。可是那时候我来看车的时候，我就发现他们的白色不是单纯的那种一般白色，就是有珠光的。近看的话是很有质感，但是我们那时候就听到刚好说有这台流光镜的颜色，它是非常限量的，然后在日本卖得非常好，可是在台湾它的进货量很少，然后又不用加钱，我就决定说都要买浅色，那就买特殊一点的颜色，所以最后就选了流光镜，耶！给大家看一下内装，我们就直上了最顶的红皮椅。因为红皮椅加起来跟那个 BOSS 音响差一万块而已，所以我们就往上加了。那黑红真的很骚，很有质感，很好看。这个冰淇淋就是以后来那个保养的时候可以吃，还蛮浓的，很好吃。修理车后面坐的是晕车，哦，真的，蛮高，所以修理车坐后座的晕，对。今年一整年的税金啊，全部都缴清了，剩下明年再缴就好了。logo 的地方是正面，背面是放备用钥匙。里面是放电池，对，握一下它就会锁起来。可是如果我今天要解开，我手伸去，好美哦！耶，我们交车了。刚刚业务跟我们讲了很多车子的知识，非常用心的业务，真的很漂亮。本来原本想要买轿车的，但是我们到展场看到这一台，觉得它好像跑车，超级帅。这个五门的，它的那个顶是全黑的，轿车是黑加白，就
没有一致性，所以我就觉得哎，我们的真的是世界好大。好，那我们回家。Kind of stranger can take a beat from my better self is like no. 他坐起来很舒服。特斯拉就是按照欧美人的身高去做的，硬的要死。是啊，太硬。他就很高，又不符合人体工学。对，他头没办法，他头位置就跑掉。对，这个就是符合亚洲人的身形。因为我这头又刚刚。对啊，我们就先去，因为后壁湖好像到七点半了，我们就去鹅銮鼻拍个照，然后就可以去后壁湖。对啊，两个半小时，下午开到夕阳要下山，开到小木。耶，晕车，大晕车，好晕好晕哦，湿黏黏的海风的感觉，尿布布，你是尿布布，尿布布，尿布布。这是什么？为什么掉了？好了，首先要扣它上面的。嗯，早安啊，小布。哎，肯丁的味道，肯丁的尿布布。尿布超好笑。肯丁的尿布布。哦哦哦哦，布布。加油！一定要。棒啊，小布。不想出来。还没看到。小布来。原来进去灯塔是要买票的，小布大头狗，他不能下来，因为他还没打狂犬病疫苗。第一次来肯丁的人，第一次来啊，觉得还够，不达成了人生台湾最难关。你花了两个月就达成，我花了27，怎么这么厉害？坏坏啊，坏坏啊，痒，还不嫌别人莫名其妙。到大鹅安妮的弯弯狗，弯弯耳朵抖抖抖。新车开车初体验，然后我们现在要来吃后壁湖的邱家生鱼片。不会啦，不会。没想到我们点完就直接进来了，因为两位比较不用那么大位置，然后蛮少人两个人来的。对啊，大部分都是十几二十个人那种家庭。我们是点了三道啦，因为我们等一下还要去逛肯丁大街。100块。糖醋鱼片，真的吗？100块鱼片，对啊，很冰哎。它的鱼很新鲜，而且还切得很厚哎，超有诚意的，难怪会这么红。我先吃了黄金鱼，100块这样好划算。水藏好久，糖醋鱼。逛夜市前。先搞定狗狗的晚餐。小布走到哪都有人说你很可爱。吃什么嘞？哦，你要让自己难走，受不了。在那边不走路，这就是推车的必要性。我们还嘲笑人家为什么都要买狗狗推车，当狗狗不行，你看他多开心，开心，被你抱得多开心，他在说我，啊，他在你们在说我啊，就你啊，为什么不自己走路？你是狗哎，四只脚在地上，踩踩推车。其实买车跟养狗都是我给自己设定30岁才要达成的梦想，但没想到在今年27岁就完成了。虽然努力的过程中被很多人不看好，但我知道我在做对的事。谢谢一直陪伴在我身旁的你们，因为有你们我才能撑下来。也谢谢不看好我的你们，因为有你们我才能更精进自己。
接下来我还有更多想做的事，让我们一起找理想生活前进吧。